哦，系啊，咁啱佢得闲约埋一齐做咯，系啊。又冇喎、啊，冇喎、啊，系咯、啊。不过佢好大力咯、啊，我就知道，因为同佢咬过手瓜。咁你自己依家你想目标餐几多磅啊？我唔知冇用數去計咯，但係每日起身都企同一個位同一個角度影一張相，睇下即係瘦成點咁，恰當好處就停咯，我就費事再減到落去咧，連即係唱歌或者個台度跑嚟跑去都冇力，我驚係啊。咁而家進度覺得點啊？進度良好啊，應該八月都 OK 嘅，不過如果真係唔得咁咪最多咪唔取冇嘢嘅。係啊，或者嗰日打開啲冷氣凍啲，我都唔除咁啊。唔加啊，四場好攰啊，遲啲先再睇下點啦。我 part two 唔啦，即係可能等多啲歌先再開咁咯。我唔想咁強求咯。係啊，係啊。系啊，因為有啲咩事有啲擔心，係正常。係前排年頭嘅時候經歷一啲比較即係生離死別少少嘅嘢啦，咁係跟住對我都幾大衝擊嘅，跟住我就更加覺得唔可以做死一樣嘢咯，人生成世人。跟住我就開始諗，如果我走咗，又或者我唔再做我依家呢個身份啦。咁會同大家或者我身邊嘅人講啲咩咧？咁樣就寫咗呢首歌咯。Hello， 其實新髮型喎，做乜剪咗半個頭髮？其實係因為我諗最大嗰個衝動，唔係最大，即係驅使我最大嗰個動力就係啱啱拍完一部電影咯。咁我就覺得好似連續拍咗幾樣作品都是用長頭髮示人啦，咁我就想試下剪短個頭，同埋都夏天啊，又好想轉一轉髮型，咁我就覺得啊，不如就試下轉一下啦，懷念大家可能都會唔會體驗咗長頭髮嘅 Amy 啊咁樣，咁我就覺得啊，清爽啲就剪一下，同埋希望都試下用短頭髮去接一下啲唔同嘅角色或者作品咁樣啦。但如果再短啲，要你即係立住喺台或者成條叉車，你得唔得？其實我咁醒嘅，其實我一開始係想再短啲嘅，即係我其實一開始係想，但我又好中意戴 cap 帽，咁所以加上我嘅身形，如果我戴個 cap 帽係男仔頭嘅話，真係會有人拍我做先生，請問你點點點咁樣，咁我就覺得好似我哋循序漸進啦，因為呢一個長度都好似可以玩到好多唔同嘢嘅，咁我就剪住大概係耳仔對落嘅長度先啦，咁樣。我覺得大部分收到的 feedback 都是好的，即無論是工作啊、朋友啊、家人啊、情侶啊、伴侶啊那些都so far 聽落都不錯咯，或者是就算不喜歡都不要跟我說。你有沒有問過他是長髮好又沒有喎、啊、我想長短髮都 OK 的，是吧？即是你剪之前沒有問過他的我冇喎、啊，即係剪嗰下冇咯。但我之前不嬲都有呢個衝動想剪嘅，咁有時可能提一下啊，你覺得短頭髮好冇咧？咁樣好似都哇，應該都 OK 嘅咁樣。跟住剪完之後就好似都唔錯喎、啊、咁。但係佢有曾經夠膽批評過你任何嘢，佢應該唔夠膽。嚇、啊！呢個係 close up 咁、啊。我諗冇嘅，我哋呢啲係談心噶嘛。又不會用批評來形容的，但會給一些意見咯，因為可能做modeling 時間長過他，其實他好像沒有做過 model， 但可能我呢本身吸收很多這一方面的這一方面的資訊，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咯，即都是想大家有好一點的或者新鮮一點的 look 的話，大家都會給不同意見咯。你有沒有見過他們做的有時咯，有時會，即係我記得佢 po 咗 IG story 嗰啲咧，係佢以前嗰啲肥肥樣咧，就會覺得哇，
原來時間同埋主要是時間啦，即係可以令到一個人好唔同嘅咁樣。不過我自己細個都係肉地嘅，所以就我都感受到嗰個威力咯。所以係唔可以取笑人，但係可以有感覺嘅。嚇？都係一個好嘅 idea， 我會參考一下嘅。但我冇佢威力咁大咯，即系我系都有啲肉嘅，但系就冇咁大分别咯，所以都真系好犀利嘅。你哋两张照拍下两位，系啊系，我觉得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下。食个餐饭啦，简简单单食个餐饭。我记得我嗰日好似有做嘢系嘛，系我去咗做嘢，系。我送咗啲咩咧？我送咗小手艺 DIY 嘅小手工小手工大心意和小手工是啦那你最尾有没有成邀你上屋企吃饭？本身会但做嘢呢时间夹唔到，是啊，但之后都有吃饭嘅，是啊。我哋期待演唱會上面嘅你咪收。你哋係咪會去㗎？係咪會去㗎？你上次都好癲㗎喎！我哋一齊係啊！我每次睇演唱會都係好癲。特登買。我覺得會啊，因為佢啲粉絲又係好好咧，佢哋會準備好多。係咩？你都會啊？你嗰個大，你嗰個好大嘅。我要最大嗰、那個。係佢哋會安排多幾個，跟住就好似俾我攞住咁樣咯。是啊，不過我次次睇演唱會都是好癲嘅，即係我都有睇對上一次有睇軒仔個張敬軒先生嘅演唱會，咁我就都係揈曬頭咁樣，即係冇乜人會影咗。唔係，我睇前面，我唔記得咗第幾場，係係啦。是要人1:1咯，即系真人有几大就希望有几大咁样，但系唔好阻到后面嘅观众咯，因为我本身个人一企起身已经阻咗好多噶啦，所以希望个牌大得嚟，见到得嚟，又唔好阻住后面嘅观众咁样咯。你咁讲完，你后面嗰行要话系啊，好啊，方便我跳舞，希望大家 enjoy 就好啦。